Oh my god, 那要跟我要那些稀有资源。 这游戏，限制！哇，竟然还有资源可以加工 ，Warehouse Research。 拜托，我要伐木场这些，可能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这流水，What the fuck？ 先把这个水抽出来嘛，你看爽。 蘑菇太多了，多到不可思议的蘑菇。我倒没讲，也没有蘑菇，他在搞什么？蘑菇全部都坏掉了 ，What the fuck？ 这个游戏是可爱的外表，但是你只要犯一个错误，你就会进入万劫不复的负面循环，各位，万劫不复的负面循环，太黑暗了。 他睡得很快乐，或怎样，好像也不会怎样。快乐村民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影响。哦，有。快乐村民的工作效率比较高一点。没有办法，住这么好的房子啊。 需要资源，我必须要 clear cut， 那我刚刚做出来15个飞下去，才22，因为我们的蘑菇都坏掉，然后缺一个蘑菇。 然后我们刚好差一个蘑菇，所以没办法喂它，所以我们这一切投资都白做了。好，你好样的！没有办法强制叫他们把食物送出去，然后所有资源都差一个，我气笑了。